下课时间，小朋友利用广播向老师道感恩。还有学生分享荣耀时刻，大队接力第一名，甚至获得精神总锦标，我们度过一个非常充实又非常快乐的感谢老师，就是这几年的照顾，我没有给老师惊喜，谢谢老师，也谢谢你的爸爸妈妈。每一个班级发挥不同创意，共度特别时光。看到孩子们的成长，是老师最大的成就。现在看到你们慢慢的越来越有自己的特色，我也很期待，也很希望看到你们长出自己的样子。谢谢老师。送上亲手做的礼物，还有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孩子们对老师的感恩说不尽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。